天权巨变，威将军谋反，天权国主弃城出逃，下落不明。确定已经逃出城了？消息属实。速速派人前去接应，天权到瑶光的每一条路都要给我仔细找。他若来投靠于我，定要把他安然无恙。是。皇上，公子九今日得闲，不如共饮一杯。先生，天权的威将军反了。终于反了。那侄明呢？现下踪迹不明，据说是跑了。侄明有难，慕容离必定出手相助。去，把这信交给瑶光赵大人。先生是想让赵大人与威将军联手对抗瑶光？他们还不配对抗，我只是给慕容离添些堵罢了。而我真正要做的，都是为了你。去吧。是。吴王啊，在这乱世中，你不能长乐未央，却愿助我平步天下。而今我欠你的，是一幅江山如画。已经一日过去了，志明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啊？王上，天权前往瑶光的路上，每一条都有我们的人手。若是天权国主成功出逃，定会被我们找到。事关之明，传令下去，我要亲自前去接应。是，王上，此举怕是不妥。王上在的时候，几位诸侯尚且蠢蠢欲动；王上若是不在，群龙无首，几位诸侯趁机作乱，该如何是好？你所言，本王全都明白。只是有的事，必须本王亲自做才行。萧然，你留守瑶光，避免生变。方毅，你随我前去。是。这茶如何？大人，您的信。正愁没有机会，天权造反了。是吗？你快快出去打听皇上有没有出宫，速速来报。快去。是。大人可有良计啊？慕容离自是与天权交好，现在天权造反了，变天了，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，何不趁此机会卖威将军一个人情？是啊，若能借此机会和天权达成同盟，倒是不错啊。哼，不只是威将军，既然动手，就来个大的。你马上派人送信给各诸侯王，就说王上出宫去了。是。子越，撑下去，本王带你去瑶光。阿离定会医好你的伤的。皇上，不用管我，行走。如今本王身边只剩你一个人，叫本王如何把你救下？